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呢，《乔家的儿女》正在热播，然后向南方同学呢，在剧中喝的金桔茶也是蛮好喝的哦。那向南方同学已经学会了怎么做金桔酱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做金桔酱。金桔酱不仅酸酸甜甜，而且制作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尤其适合在换季的时候或者是秋天的时候使用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是要准备金桔。那因为金桔是12月份才是应季，现在这个季节呢，可以买金桔干，还有就是老冰糖，还有柠檬，然后就水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呀？然后把这个金桔干可以直接倒在我们准备的这个不粘锅里面，然后呢就是加水，这个水的量呢就是刚好没过这个金桔干就可以了。开到一个小火，大概是800瓦的样子，让它熬煮大概可能是半个小时的样子。咱们熬得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要看一下，要让它不能干掉，然后不停的翻炒。差不多这个金桔酱煮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柠檬了。最好呢，这个柠檬都是去过籽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柠檬的籽会让这个金桔酱会有一些苦味。喜欢比较偏酸一点的，也可以再多加一些柠檬。一定要把那个粉末给撇干净。现在这个金桔酱差不多已经非常软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可以加我们的老冰糖了。这个老冰糖加进去呢，就是调和这个金桔酱的口感的这个作用。当然啦，它也有润肺化痰的功效。在快好的时候尝一尝味道，如果觉得淡了，可以再加。快好喽，是不是颜色很漂亮呀？OK， 浓浓的金桔酱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把它捞出来，然后放凉。哇，我现在的房间里已经满满的都是金桔酱的酸酸甜甜的味道了。现在我就来喝一杯啦。